大家应该都很陌生，不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他就是我的女朋友，他叫做……大家好，我叫安安。啊，你今年几岁呢？十九，刚满十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呢，刚上火车，然后我们要去台东。台东。然后搭船。搭船。搭船去哪呢？我们今天要去绿岛。绿岛。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表姐还在绿岛，然后她那边有在就是类似那种带人去绿岛玩的，算是什么？她在那边有做民宿啦，然后有点像导游那种，就也会带大家玩游玩绿岛。对，那我也是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绿岛玩一下，然后找我表姐。忘记跟大家说，出那种远门的时候啊，有一台 Switch 真的非常棒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嗨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台东了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坐车到达这边这个渔港坐船的地方。对，那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边。今天天气不是说很好，风非常大，但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就很棒。嗨，我们现在刚上船，然后在等开船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启程了，对，那我们刚好抢到窗边的位置，不错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拍海景给大家看。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已经有点晕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看外面的风景，所以很可惜。是已经完全睡死的状态，我也睡死了，可是挂掉。我以为我不会晕船，结果你比我还晕，没有，还要我拿袋子给你，是因为今天的浪太大了，那不一样。好了，总之我们现在已经到绿岛了，然后现在就跟我表姐碰面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往出口跟着人潮走。我看到我表姐了，我知道，拍掌，开始，一二三。在录影。哈哈哈！超呆的。在用餐的地方好酷啊，好多路啊！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是上面签名留言的，留下痕迹是吗？到此一游，梅花鹿专卖店，好酷、啊！你看这个，刚跟鹿干了一炮。这样也太像智障了吧！我这个两个辫子，然后在这边。现在要爬什么？现在在爬什么？我们要去绿岛灯塔。
们叫他受难者，然后他们称为他是政治犯的地方。那些四名的就被关在这边，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关犯人监狱，这个叫八卦楼。大家从上往下看的像一个八卦一样，就是说它长得像绿岛的那种椰子蟹，椰子蟹也称为就是会叫八卦。受难者，然后后来再回来，还有模拟当时他们在里面被关的情景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间牢房大概多大。这间牢房大概就这么大，那自己想这边要可能要堆大概13个人左右，或是8到10，有时候多十几个人都睡在这边。大家抓住他们上厕所，这个就是设厕所，但是他们洗澡、刷牙什么的东西都在这边用。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他们可能要洗澡或什么，就大家忍住，所以不要上厕所，然后会把有一个洞堵起来，然后会拿板子弄在这边，这样就会就是积水。就这样放水，然后让鸡，他们可能来洗澡或有的没的。然后以前的夏天就很热嘛，这都没有冷气什么有的没的。然后所以比较菜的人会睡比较那边，比较那种老，比较小，对对对，就会睡这边。然后因为这边人他们这样看的时候会看不到，这边是一个死角。然后重点是，这边以前下面是有一点那个缝，就是可以比较通风，通风这边比较凉快，所以他们会睡，因为他们以前人多。可能都要这样侧睡，他们没办法躺着睡。你在笑吗？笑屁！这蛮像子。有时候在里面可能待不了几天，你的那个皮肤都烂掉，可能会粘在上面或什么。好，你可以进去体验一下被关进去的感觉。来进去吧。太暗了吧？哇，好暗哦！干，没有天日耶。天日是最暗的吧？看，好可怜哦，只能一直睡觉。放我出去哦！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欸、难怪你不进来，你有秘密空间恐惧症。就是你看在里面关一下，你就觉得很有压迫。然后说他们在里面，我帮你关进去，你就要叫老大。我很害怕，会吐，一定要吐，就是在这里面，所以说莽撞的，撞他们自杀。这种就是入狱，好不舒服。各位观察一下这个碉堡，这是碉堡。欸走了走了，我要接你回家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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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是多久了？走了走了，带你出去带你出去。地方特别蓝，我觉得这边好漂亮。它就只有一两个地方特别蓝。对，它那个蓝很特别，很酷。可是是那种很清澈的蓝。对，那种很清洁剂。哎、欸，这怎么是这样的？好，我们即将要到达风景区的顶端了。爬了大概两阶了吧，风很大，我头发已经完全变形了，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头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头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今天的风景。风景，嗯，我们这样好像那个、哦，那个什么老夫老妻，然后在那边爬山。哦，发现他们也走太前面了吧？走那么前面，太前面了吧？那我们这样老夫老妻啊。到绿岛还要骑车。
我们刚刚已经环岛这个绿岛一圈了哦，很多风景啊，或一些绿岛的这边历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，对，大家都看到，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吃晚餐，吃我们的 BBQ，Let's go。肉的话，这边还有鲜虾，然后吃的那个小龙虾。泡完温泉了，好舒服哦！但是外面超冷，又下雨，又吹风的，然后就怎么讲？没有，这都是因为他自己不带外套。就是外面是一个非常想象一个就暴风雨的状态，然后你身体是泡在一个热水里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一出来就哇很冷，然后一进去就哇很热这样，反正是就是上半身保持冷状态，下半身是热的，不过还蛮舒服的。对对对，但是因为天气很不稳定，一直飘雨，然后又加热是热水，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温泉画面拍给大家看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刚回到民宿了，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差不多就这样。啪，我们第二天准备再见啦，明天见。